圈呢，然后你就选雕刻。在雕刻的时候需要很精准，不然就会出错。我们现在开始上色，我们都是先上完色再裁剪，这样比较快一点。在上色过程要小心翼翼。后来装好灯啊，连得起来吗？亚克力上色虽然很容易盖过去，可是我们要先打一层底，然后再用喷枪。我们现在使用喷枪开始喷。那小一灯不要让它闪了，你这个闪了就不是小一灯了，小一灯哪能闪了？学着闪，对不对？也就是完成力4:116花，象征多子多孙，这也是比翼双飞，这是刻骨铭心，比翼双飞，这是象征爱情的玫瑰花。这也是比翼双飞，这是情比金坚。